我们的载人及自动驾驶飞行器，它是纯电动的，它不需要飞行员，也不需要乘客学会任何的驾驶技巧，对，乘客只要坐上去，然后就可以安全的体验飞行。然后乘客只需要在选择好目的地，然后这台飞行器呢就会沿着预设好的航线自动的完成飞行。